未来女友在这边有没有看到生前宅女？哇，会持家的。重点来，各位女人就跟海鲜一样，重点好吃抵不过新鲜。新鲜。来，里面这位漂亮妹妹，哎，你好，你单身多久啦？大概一年吧。一年哦，你新鲜这么棒的女生，怎么会有人愿意舍得放手呢？因为我都待在家里，每天都在打电动，哦，没有机会，喜欢打电动，打电动跟男生的兴趣一样，真的，长得像欧阳娜娜，哦，气质很好，对，你觉得你吸引男生的地方是哪里？很省钱，就是任何纪念日啊，都不用买礼物给我，也不用吃大餐。哎，这个很好哎，买点数给你就好了，也没有买游戏币给他，吃出宝型的 CP 值女友。OK， 我只要男生陪我一起打电动，就是男生在前面奋勇杀敌，我在后面补血加油，我就觉得好幸福啊。啊，这样就 OK 了。可以。还有出过写真集。来，未来女友预告片。你要去哪里我都跟你去。哎，不行，计程车太贵了，我们就坐公车吧，比较便宜。不行，我们去吃便宜点啦。到底是谁？每一个都他在拍，每一个都他在切。他那么好的工作。其实工作辛苦的啦，真的，对对，他们很多加入到这个 team 里面啦，不是为了要赚钱，是对，为了赚钱，就是要凭这个，对啊，这个也不是错误的事嘛。来，第二一关，发射吧，硬汉2.0，有谁愿意参加？要吗？当然要，五个都要，来，很简单哈，来，需要示范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球场在这，这么晚，一二三，冲！然后夹一下，射出去，从一下一夹出去。我们看你的距离，我们是剩那个距离。对。哎 ，Hello， 武阳，不要比上，我们射那个人。你已经滴出来了，血都滴到血了。来，一个人有两次机会啊，两次机会，一二三，一次射。等一下，这样是怎样？完整的那一滴，完整的那一滴，完整的那一滴，是400，是不是？哦。我还有一次机会吗？哦，没，等一下再来，好吧？等一下可以 run two， 好 ，OK， 你直接你要射在青蛙，我怕点歌还在那边啊。还 ，Billy， 助攻上，发射吧，硬汉！来哦，准备好，二，帮我们看一下啊。这里已经测出来，但是我完整的那一滴有没有？刚好赢过变倩华啊！哇，变倩华，这里吗？好，对，有没有？这里 ，OK。这叫什么？单身的力量，单身的力量 ，Single Power， 凭实力单身。武阳加油，预备！你们好猛哦！一、二、三。
都欣然接受。对呀，经验，你要怎么算呢？全整个一滴在这里。好，怎么办？好 ，OK， 五羊又超越了，在 GoPro 那里。五羊 GoPro 了，好，五羊已经轰出俊奖，俊奖，俊奖。你射太远了。预备，一二，切。也蛮远的，但没有五羊远啊。好，最后两位 PK， 海产还有那个俊奖，哎，他们三个可以的啊。好，还有五羊跟俊奖吧，已经淘汰了。各位，因为实在射太远了，所以我们改为射准，射准，好吧？哦，射到板板上。好吧，射海产吗？射海产。好，你手干什么？不要这样子。五羊，五羊在干嘛？二三。哎呦！哎，就防射防太远，还手打脸，合一下。你还可以早射。OK， 这个位置外来进抢，进抢。哎，预备。手离开，手离开，手放那个，用手都捏的哦。好，淘汰，来，海产，一二三，射自己哦。射了蛮多的，射蛮多的，我单身呢。射蛮多的，慢慢的。好，好，三位剪刀石头布。因为分不出来，分不出来。好，剪刀三位也剪刀手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手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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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产货场。OK， 加油啦！一起来看看你这位性感系的女友来喽，厉害啊！这位邻家系的呢，看前面，看前面来了啊！哇，我靠！你这个一见面给人留下很烂的印象，出来就要礼貌，对吗？贵贵你好。没有比较好，我一个老的，一个小的。爸，我当他爸爸都 OK 了。介绍一下，今天还带来一个小礼物啊，这个贵贵画画手册啊。哦，谢谢。哦，两哦有哦两个是一本，两本。哦，哎，谢谢。还有我未来的男友。哇。融化，写的。那最特别的是，借我一下哦，它这个画画是我自己画的啊，真的，就是画关于模特儿工作的东西，都是跟写真有相呼应，好可爱哦。那你觉得我买这本写真书还会想要看你画画吗？今天跟他就是会抱持着一种。我只是逢场作戏，还是有一些可能，真的可能，这个很重要，可以来试试看哦。嗯，你们一看重播我的表现，会发现我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男生。我就是可以在重播，还有等一下，我去看重播的时候。好好好，那当中有一段我们工作人员跟你这个喂吃大肠啊，哎，香肠，来，我们就来一个爱的大肠经，来。就是说，等一下请贵贵呢喂海产吃香肠，不是香肠放在有切片，已经切片了，已经帮你切片好了。对，等一下帮他喂完之后呢，再疏通他的大肠经，这样好哎，好哎，帮他按按，没有帮你提着。海产住哪？我住台中。台中哦，大概拿中间吧。好，因为嫁到中间。对。哇哇，好贴心，好会，很懂礼数哎，知道会撩哎，真会撩哎。好吃吗？好吃哎，冷掉了哈，还是好吃。你的笑容帮这个香肠加温了。你可以吃几个啊？就是我吃过。他为了好吃呀。不错不错，哎。再吃再来一点，然后他可以整盘塞进去，塞进去。你饿哦？他连盘子都可以吃掉。我没有跟塞那么快过。也好了，到摄影棚里面图个温饱也。对呀，反正拿也拿没多少钱吧，吃饱也不是温饱了。加个拜啊！好了，再一片就好，再一片这样啊！来来，
其实我不太会用筷子，不太会使筷子，看起来很好吃。OK， 来各位，你以为只有喂吃大肠啊，不那个香肠而已吗？不，还要按摩它的大肠筋。哦，来两位请准备。哎呀呀，这是哪里？喂，不会趴的。大肠筋在哪里啊？它是从鼻，是从鼻子，鼻子一路这样子这样下来，所以是侧面吗？对，到哪里啊？到它的肚子这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来，我们重击吗？重击，对，大手，你要重击可能效果更好。你那个贵贵是幽默可爱的，对，很少看到贵贵这样。来，慢慢拿一下麦，来，一边大肠筋，来你按我都可以接受，按小点。